蚯蚓讲啊，我甲你算过，你中有烂棚，哎，啊，就爱去蚯蚓对啊。我们最近候选人都会请歌啦。李博义讲，哎，唔是啊，啊，你三点要去离婚做呀？啊，你隔天几点到？我隔天差不多一点外就到啊。如果你两点就要去对，我无诶，即摆唔知要去对，讲啊，你在后面。我就随靠咱吴杰玲议员哦，啊靠文字啦，我讲，啊，王义山即摆咧抢救，那种白区咧抢救哈。啊，咱后个伊个家乡、伊个故乡，唔免甲抢救一下哦。啊，这我一定要来。拜天你丢啊！